熏法香的，他们用华语先做笔记，然后再翻成英文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了。好像有些东西内容比较复杂，需要再去查一下。我做了差不多好几个月的过后啊，美国的团队也是开始有做翻译，慢慢的就交给他们来做了。走。整个熏法香的环节是，晨起嘛。我们昨天我们所累积的烦恼啊，你一睡醒你就会开始想到昨天发生的什么人事物啊。你早上你就准备去接受上人的开示啊，然后你接受过来的法啊，它就把你的整个心沉淀下来。因为中医相信宇宙自然观啊，像人就像一个小的宇宙这样，病以除愈，复为说法嘛，好像佛说方便法嘛，所以有些你要用一段时间啊，先把它解除病苦，让它对你产生了一种信任之后啊，你才可以跟他讲人生的苦。我说新加坡医疗事业很发达，正式的成立了。那时候我们，所以仁医会啊，它就是要你去感受啊，病人的苦跟病人的痛啊，之后你才能找到那种方针啊，去帮助他。我从2012年啊，就是每年都回来嘛，因为好像来取经嘛，来充电，来重新找回那一份爱嘛，对自己对病人的那一份爱。